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争吵。这也半个。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很多人很喜欢喝茶，但是你敢知道要做好茶，除了环境和气候很重要以外，也要对茶味的制作有一份的坚持和用心，才能做出香味扑鼻、入喉回甘的一口好茶。南投的鹿谷是台湾洞顶乌龙茶的产地，在这里有一对环保志工，他叫做刘文德师兄，还有陈芳纯师姐。以前他们是做餐人，但是因为修行不好，常常要去山顶做苦力，派一挂竹仔落山，赚一挂生活所费。一直到师兄26岁改种茶了后，生活才得到改善了。虽然有人讲高山的茶较甘甜，但是文德师兄怕破坏大自然，伊无爱去高山种茶，同时也投入环保，尽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地球。今嘛，咱就赶紧来认识文德师兄，也个芳纯师姐。来来来，姑娘，你弄得好啊！哇！哇！哈哈！我出地，出地拢我咧做呢，你处理水拢处理。阿爸，伊这是专科，专门的。先搞，我叫人好胖来。做好就是做起来都嘛无好了，要插地要晾地，一定爱关系爱一个时间，一个时间性，袂使讲说啊，清清早拖偏久的，要有当时啊讲总啊未好插就甲插落去，嘛袂食哩。介人生咧做行业咧拢共款啦，咱想法咧，甲做个拢差不多爱共款才会使，嘛袂使马马虎虎，我一两个做唔对就去了了呀。你若讲这个地当作爱要晾四遍，你甲晾三遍。是对基督信仰，你就所以讲，一定爱照迄个过程来做，安尼爱过程爱规做规拜就爱做规拜安尼咯，哎，而且讲我真真真慢慢好啊，爱滚啊，拉拉咧拉滚啊，无好了。啊，这班就爱规工吼。无啦，这班地嘛无规工啦，这班地用差不多规点钟看外地，都搬到车拢搬到个头遐，还剩那个过头，那剩那地就搬较久。啊，这么地，人搬这条拢差不多开啊，这条尾心这里剥开啊，哈，哦，这有开，安尼，啊，这搬就安尼，啊，就搬安尼，安尼三休一个心，三休一个心，安尼啦。花生，有啥物要用迄种诶？啊，迄个正做起来就好，啊，够开咧。我肥了，我无咧肥了。阿姊，好，六斤哥，瘦斤的吼。看伊伫遐徛无？如果恁带动下去，带动下一直冲落去，做拍车，皮肤拍，晒太阳，安尼你知啦吼。啊，上好。啊，上好呐。我你有无机车看到安尼无？你去地方真久啊！哦，迄阮是阮爸做工啊，产。啊，种地迄种啊，就讲好个地好个，唔惊风灾啊。
较早无较早在做工，唔要大要大囡仔要读书就问题咧啊，要从啊像咱拄种落，一万个足有钱，像咱拄当时在当时在好诶时吼，伊就三百外就去四百外、五百外、六百外，啊，逐日起诶，逐日拢直直起起，直直起，哦，哎，一万就足有钱啊！较早吼，较早咱只当顶地间，咱只有名。简单嘛，所以恁两个是安怎识识的啊？那个种梅人的啦，介绍的啦，介绍的啦。种梅也唔捌讲，嘛捌伊。哎呀，你较早拢种梅人，看下就迄个姻缘啦，也唔知。看到无感觉啊，我那就讲，哎好啦，交地交地就好啊。你那讲讲讲，那这老人都太太就好哩，安尼呢？别来呀！卡在卡爽啦，无啦，这么嘛要爽爽。哎，是那种介意。嗯，阿杜去三条啊，我多。平常时是没什么事，采采干吼，有够辛苦嘞。迄两三天啊，啊，春茶都一礼拜够辛苦。他一礼拜，我他一礼拜，我回不够。而且晚上也要，晚上要。再忝咧，晚上咧，那你没办法睡觉了。那叔叔讲，差到天光哦。系啊。系拢差到天光。以前较早时阵哦，一鼎吼，然后啊，即摆伫安尼人安尼，伫手来插安尼。以前阮爸安少年时是用伫鼎底有啊吼，啊，看我咧伫遐插，啊，即摆没有这种机器哦，甲落去啊，伊就拄啊滚动吼，就等于该插地安尼。啊，无以前是真正阮爸是真正是用手插。用手啊，所以拢铁砂掌咧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伊可能用手，以前可能用手。啊，甲会感觉讲那个差好啊，歹安尼。啊，还袂烧吗？啊，这袂烧诶，啊，我拢袂烧诶，足烧。他们都很强啊，铁砂掌你冇听过？铁砂掌。哈哈，那无人要做这啦。无人要做这，哦，这太辛苦了，你唔知。这个没有工人呢，现在采茶那个都是我们互相哦，我们去帮他采，他帮我们采，这样子换工啊呢。较早我是趁食，拢夜底个咧趁食啊，就是。老伙仔分了田给人，咱去种田去，啊才头头好，头头好安尼啊，安尼才发达。哎，拼死做，恁若无拼死做，嘛是无法度。啊，搁爱提人啦。嘿，即摆爱提人，即无提人吼。即摆我即摆较无法度，我即摆拢个钓鱼，只囡仔转来转来，到母个无我拢无法度，无我不要讲，要转来啊南投迄个，要转来转来就无转来。因为种茶树而改善了家计。文德师兄和方纯师姐两个人常常天未光就出门去搬地，一直到暗顿了后才回来厝诶。但是也因为工作时间长，又为了抢时间增加采茶量，方纯师姐经常忘了喝水及上厕所，造成肾脏的负担而进了医院，最后必须面临割除肾脏的结果。那时阵哦，真可怜。为着拼三顿，天早时五点去挽地，去挽地吼，早时拢无食饭哦，就去挽地挽到暗时才有六点外顿啊。有当时七点外顿啊，我唔捌放尿，啊嘛要食地，一工都直直挽地，拢无食地就对啦。有一摆挽地呾，感觉讲规日无放尿，干就足紧去放，佫放无，佫再去放嘞，规日拢放血，有滋害去啊！啊，再去做电工吼，才看过有滋害去啊，啊，从落尾去中华小饭馆。本地啊，拢阿要放假，无时间煮啦，无多。今麦较少，伊都以前拢办较暗，哦，很辛苦，对唔？无少，中午时间咧，哦，迄种拢阿差较天光去啊。迄当天合理，拢会像你啦，拢会想讲，一当唔食哪，到底唔食哪吼？但是是唔就要紧啊，无要紧，咱嘛是半信半疑啊。迄种都用要挑的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暂时就要搁提，我都要去欠医生来看呢。哦，我就是在无啥啥。迄个时阵看我艰苦呢，啊，伊原来艰苦啦，啊，囡仔带咧吼，原来爱骨汤自饲猪，啊嘛打水，啊可怜啊家己吼，家己嘛，咱嘛搞，咱嘛退靠。六斤的，我无十斤哦，我请一个人哦。谢谢啦，你有准备吧？无啦，我有听你叫咱是其他。谢谢啊，你。你啦，好啊，谢谢啊，感恩你啊。我搁收。就是怪有治疗后，袂当去做工过。啊，迄时阵就是
我是做管事啊，所以我感觉吼，我做管事，我若无做吼，感觉别人若无做，感觉足郁出来。这拢人啊，叫我去创啥，我才拢去。我讲真啊，可能嘛是因缘啦。你经菜创啥较辛苦啊？我做这种粗重啊，我做工课就差呢，爱夹指头呢。我做这粗重的了，哎，做咱最主要就是讲去做，咱主旨就是讲经菜创啥呢，较无遐粗重啊。有啥物你要装几袋啊？装几袋？袋有几？袋较有几啊？无你家一包两包尔。我你去。我准备放这瓶来，一只用球用起来呢。好啊。这样。哎呀，那个海椒啊。这个我做卡汤。海椒我做卡汤。这个不用了。哎呀。我捡好一袋呀，弄掉。捡我袋呀。但是再袂去。伊个你无袋，袋无袋，伊捡我袋，安尼啊。袋。伊个无真大，无啥爱话做，伊嘛无啥爱做啦。到尾啊吼，看我的袋吼，看我袋小，那就看怎啊到做。迄个时阵，就是一个茶店啊，足大间足长。啊，我要去华联做志工，伊单啊提起要甲我上，我甲叫真歹听就对啦。有啥冤屈？我一讲去普通个庙事，拢会共骗啦。向骗去，啊，就即满人讲，你若有一寡钱，就讲伊讲，迄庙事就讲，我都啊，你若踮做加入啥，都爱提我一钱，来提我一钱啊，啊安尼啊，你就真是我是反对安尼，毋是反对安那。我拢想讲，我也无做唔对，我要做就对啊。我拢想讲，我做我惊，我吼我这吼人情惊路惊丢就对，我唔惊讲啥，啊嘛唔惊，嘛唔惊后面啦。我都反正我都做我家己丢就对，我都无你伊讲我做伊讲，做我做。我就是，伊这个去坐火车过，倒转来，再就，人个当地人安尼，大家，伊人拢未歹，大家拢足好，拢像一工一家人安尼。我只哎，安尼想，安尼转移，安尼想，才讲，伊在捡人讲，咱讲啊好啊，我甲你来捡啊，伊捡我载安尼。咱去看到人会感动，安尼会对咱成都人会感动，就真会，心肝会感动。感动，倒转来真会，真死落去做。看那肌肉足快，你无看？一块爱用红胶就黏嘛。我看是这个疤困起来，怎么又倒去？都是过花莲做四工，去做一礼拜。啊，过大家讲拢叫我爸啦，爸，你就这安那做啦，啊就安那来斗做啦吼，安尼啦，安尼就安尼，啊我真个感觉，你都无头无尾，大家拢叫我爸，我等得几岁尔，就咧叫我爸安尼啦，我感觉哎，歹势，你知袂？做主持，啊我就是感觉安尼就感觉心肝底会快乐哩，会欢喜，会快乐安尼啦。我想要放在家里面。